现在我们邀请2014年庆佛住世全国共生大会众功德主列队排班敬献哈达与诸位金刚上师及法师，有请功德主。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上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庙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庙的比丘，请工作人员帮忙安排众功德主在中间排三排，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四支具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庙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楼下的工作人员，楼下招待所的主人，请你们赶快安排功德组到大殿敬献花达，请楼下招待组的主人赶快安排诸位或者众功德组到来大殿敬献花达，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我们先让给楼下的功德组，大殿的功德组稍微等下哈。大殿的功德组请稍微等下，我们先让楼下的功德组献敬献哈达之后，我们再次邀请大殿内的功德组啊，才来敬献哈达。谢谢大家的合作与配合。在东方的，在西方的，在北方的，在南方的，在东南方的，在西北方的，在东北方的，在西南方的，在下方的，在上方的，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愿他们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上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愿在这寺庙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庙的比丘，沙弥，男教徒，女教徒，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四支具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庙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伤。在东方的，在西方的，在北方的，在南方的，在东南方的，在西北方的，在东北方的，在西南方的，在下方的，在上方的，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我们再次邀请楼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请赶快请楼下的工作人员带啊
共生大会的功德主，尤其是楼下的功德主，赶快到大殿，所有圣者，敬献哈达。假如楼下的功德主已经圆满了，现在我们有请大殿内的功德主，请大殿内的功德主敬献哈达给诸位金刚上师或者法师，有请大殿内的功德主。愿他们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所以还没有献哈达的功德主或者同门，请把握时间，请把握时间。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上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我们再次邀请共生大会所有的功德主，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再次邀请共生大会所有的功德主或者有意敬献哈达的同门善信大德，请赶快到大殿内敬献哈达于各位主金刚上师、诸位护持金刚上师及众法师，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同时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招待主，请帮忙，请多多多的帮忙，看看还有哪位功德主或者同门善信大德准备要敬献哈达，但是还没有敬献哈达的，请赶快安排他们到大殿内，敬献哈达给余生宝。那么大家假如已经圆满了共生或者这个敬献哈达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请大家回去自己的位置就坐，不需要再次重复的敬献哈达，我们敬献哈达一次就可以了。再次呼吁所有的功德主，再次呼吁所有的功德主，不管是在楼上或者楼下的功德主，请你们赶快到大殿内敬献哈达，或者有意敬献哈达的善信大德同门，请你们也赶快把握时间到大殿内敬献哈达，因为我们敬献哈达的环节即将结束，请大家把握时间。Thank you.
再次呼吁所有的功德主，再次呼吁所有的功德主，或者有意敬献哈达同门善信大德，请赶快到大殿内敬献哈达，因为我们敬献哈达的环节即将结束。五分钟之后，五分钟之后，敬献哈达的环节即将结束。五分钟之后，敬献哈达的环节即将结束。再次呼吁所有功德主、所有各界善信大德同门，假如你们还没有敬献哈达的话，请把握这五分钟的时间，到大殿内敬献哈达给诸位僧宝。敬献哈达环节一切吉祥圆满结束，感恩诸位金刚上师、众法师及诸位功德主，功德无量。